嘿，小布。哦，中文互动教学。好的，准备开始中文对话练习。目前有餐厅点菜的情境互动，要开始了吗？好的。好的，这里是小布饭馆，您要喝点什么呢？我们有可乐、茶和果汁。我想要一杯茶。没问题，一杯茶，要加冰吗？不加冰。没问题，不加冰。那您肉菜要点什么呢？我们有红烧牛肉、红烧肉和糖醋鱼。我想要一个红烧牛肉。好，您的肉菜是红烧牛肉。再来点青菜吧，今天有凉拌黄瓜。炒小白菜和家常豆腐，你想吃哪一个呢？给我一个凉拌黄瓜吧。好，您的青菜是凉拌黄瓜。您还想点什么汤？有酸辣汤、青菜豆腐汤和蛋花汤可以选择。你想喝什么呢？我想喝一碗蛋花汤。好的。蛋花汤很多人喜欢的，要几碗饭呢？要一碗米饭。没问题，将为您送上，请等一下，很快为你上菜哦。好，谢谢。